这个字要跟各位介绍是 realm， 用到的是差不多记忆方法哈。来 ，realm 这个单字是领域啊，还有王国的意思。那我们要怎么记？哎，各位，这个是新闻来源啊，大家看一下 realm。realm 这个单字我们可以怎么记啊？就是前面 real， 后面加上 m。各位看出来了吗 ？real 是真的了。然后再下一步，有土地，有土司有财，有土地才是真的。所以 realm 这个单字就是有领域，还有王国的意思。各位这样可以记吗？来，底下 real 我们单字做一下补充哦。realm 领域王国 ，real 叫做真实的，把真实的实现的 realize 了解实现。ist 结尾这个是人 realist 啊，现实主义者。那 reality 就是现实。real estate 啊，这个单词应该是这样念 ，real estate 啊，房地产最真实的东西。最底下有个单词，我把它移动过来，好，有了哈。reveal， 各位 reveal 这个单词你要去做一下这样子，中间多了一个 v 而已啊。各位什么是 reveal？ 揭露、透露，把真实的那一面呈现出来啊，这样可以啊。OK， 来，那这个就是realm 的单词补充。